What?这边Mako还差一个兵，这边有机会的。哎呦，还是到二以后马上后撤。小明跟白棋这个走位好像有点意识到了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个石头人打空的话，这雷克萨肯定在下半区，小明的位置会不会有危险？小明好像也在试探。这里双方来了个移形换影。哎，想不到，这里要打的感觉，可以打的。小龙把被挂在了被动，一个失误了。这里小龙把一个大失误，挂上虚弱，直接拿到一血。这里直接是再见了。Hop 这个一血被顶到，对 OB 的动画会有点问题。来看一下，应该是顶了一下，对吧？顶了一下，好像是往后顶了一下。他的 Q 技能跟那个顶是同时出手的。对的。这几波牵扯之后 ，RNG 觉得不能再耗了，我先拉到中路最后线吗？哎，闪现高勾到了沙皇，只让他推了一下，但是你的血量有点尴尬。哎，闪现过来，塞纳拿他这个人头再走。这里的话发出一个大招，小虎也是一丝血量的一个治疗。哎呦，这边雷克赛冲了一下，就给到一个 TP 的雷克赛，伤害很高，带走了对方的中单。白棋的话感觉也要死，佯撞一下撞到对方两个人，但是没有输出了。但是这边铁男是强行开大杀掉了皇子啊！你在这个时候打还是 TP 还走不动。但这个风龙要刷新了，哎，直接给大了，可以反身一勾，布隆被勾到，但是布隆这里还很肉，但这波你真的能打得过吗？哎，但是侧面雷克赛这边的危险没有阵亡，小龙宝的话这个位置有点尴尬，后部这边可以射上一下，然后被动被动，皇子这边应该是有了，后部这边还能点，后部太勇了吧，破败，卡的肚疼，我觉得没人守吗？这个ED这里。一个沙皇下来，直接打到一身板，而且这两个人吓退了。但是这边勾到一个雷克赛，好像是雷克赛，雷克赛这一边大人头啊，这是个大人头。每次三个人过来抓人头两波就已经是想限制了，想杀了。对的，直接闪顶了，完了杀了。哎呦，技能也叫不出来，这个递进塔的，这两波阵亡太致命了。闪现拉，奥迪有想法，哎，但是已经大招拉出来了，而且维鲁斯就在旁边。小龙宝有闪现。感觉这个距离也很难跑，哎，再加上，哦，这波想抢的，19滴血没抢到，狙击枪没又被抬起来，跑不掉啊，好吧，哇，零足的问题，哎呦，沙皇隔墙戳两下，正面有雷克赛，你看雷克赛也没有用啊，维鲁斯已经开始捅起来了，一勾没勾到，想开，小明这边被定了，给到了，开启一个板甲，哦，这个大招还撞谁？没收了呀，没收了。卡萨丁从另外一个角度绕后，闪现一勾，狙击枪推出来了，推了出来，而且自己拉开了。卡萨丁继续从后面找，强行顶起来两个人，雷克赛直接被大掉。我卡萨丁打黑血，小五看几个秒表，不能再被动触发。小五这边还要换，没有换掉，没换掉。这个闪现，这个龙龙在回血，没有杀掉。小龙宝也感觉扛不住了，小龙宝拼死了，打了一下小龙，好像不知道他来了吗？没视野，不敢过来。他过来也没有用啊，对，伊迪砸下这条大龙，而且底下有一个遮掩的视野，哎，奥迪可以往前面顶一下，龙没雷克赛拿到了龙魂，这边居家的血量有点低，布隆这边能不能挡到？哎，杨是撞了出来，这位沙皇的强力了一下，居家没有死一丝血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切维鲁斯，这边又碰到一个 Scout， 哎，这边又是一个布隆的被动触发，小虎打不出伤害，这边雷克赛跟他强化没有换掉，被小虎给笑了，但是这边战场奥迪有点无解，真是带走了奥恩，打下一个双杀，而这边塞纳也是交出自己的闪现逃生，但这个泰坦能跑掉吗？感觉很难啊，隔墙戳继续的追击，但是小明这边战斗力还蛮强的 ，Scout 也不敢深追，哎，队友没有人过来呀、啊，哎，两个。两兄弟跑到中路去了，这样的话小明应该能走，要继续追，因为自己的兄弟来了，反正你勾一下来想换，能换掉吗？高德这边利用一技能拉开，
小明，哎呦，我们一发血都没了。这一波好像有点发现了，小明过来看到两人在偷。但这边还有奥迪的一个关灯，上马怎么说？奥迪直接上来，奥迪应该要走了。奥迪城粉啊，这边布罗怎么办？布罗被打灭了，有点痛。布罗已经被秒了，再拿一个大招关一下奥迪，当时给了小虎，小虎开启一个阿星的拉在下面。这边你想过去打小虎队友要上才行啊，咱这波一技的阵型太差了，奥迪可能要被卖了。 沙皇的话，这波战斗力还很强。雷格赛有机会抢下来吗？这波沙皇要在上面捅，雷格赛要找机会下去。沙皇伤亡伤出自己的闪现，沙皇有机会被秒吗？没有子，直接亏到了。很高的，还是被收掉了。但是很高的，但是打野收掉了。但是小虎在冲了过来，看这个金身。视野方面，正面好像是有这个想法，泰坦已经往过走了，但是没有一个好的位置给泰坦高。小虎在这个位置小秒俊佳的。嗯，远古龙这里回血，嗯，EDG继续的拉扯。 这波团战非常的关键，两边的经济差其实很小。这波两边都有机会赢下。哦，这边小明偏丑吗？他等大招给了俊佳，俊佳直接被秒了。这波很关键，奥的鸟，哎呦，撞死了！奥的鸟，关了一下小龙宝，小龙宝被关住，后面这边输出不太够。卡萨丁，这里可能要收割了卡萨丁。沙皇已经倒地，有没有机会？这边在沙小明，小明这边还是在顶住，后面这边还能打，因为一直的小虎倒地了。 这里的话很关键，奥迪太重了，狼骑兵被鸟处理不了他，奥迪顶住了，后面这边还在，还在是希望，哇，三杀的希望，哇，这一波后复是超，这一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奥迪是先关了小龙宝，然后再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形顶住了对方全部的输出。 看一下这里打野先被秒了，哎，感觉沙皇死的其实一定应该是要溃败的，但是我们看一下，而且这边撞起来，其实你发现所有人第一时间秒的都是沙皇，没有人去管这个维鲁斯，然后控制抓紧了每一波输出的机会，狂 A 不止。 而且这个小路口也是给维鲁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输出地形。这个希望就在那个草丛里边 A， 然后春哥复活，奥迪又在前面顶住，又拉过来一个 Betty 这个。 持续输出能力还是没有这个后补强呀，是的，始终是保持住的。那这样的话 ，EDG 顺势再拿下。 正面想开，但是个铁男啊！俊佳这里被打的也是很痛。俊佳很脆，这边白起点了两下，奥迪的血量有点低。哎，ED这波有点问题啊，上野的状态太差了。啊，那大招撞出来撞了一个空仰，前面顶的是谁？定了一下 Miko 的血量 有点低了，往后拉一下，后部这边还在追着狼行点，差一下触发布隆的被动，没有着急。白起反身点退了后部，但是俊佳这边好像想上吗？没有机会。 Scott 要交出自己的 TP 了，感觉这波魅惑的大招已经砸了出来，狼骑往后一拉，但是下路，Scott 要锤渣了，要毒渣了，感觉。但这里卡拉丁是意识到这一点，好像直接 TP 回去了，回渣，感觉有点打不过。奥迪，奥迪这边的 A， 小虎这边被关一下，开这个 W， 很尴尬。现在 ED 死的人有点多了，奥迪这边感觉打 W， 哎呦，没有扛住小虎，而且这一波讲道理。 还有最后一个门牙塔，还有20多秒，第一个圆盘拖住，我有个假牙，这个假牙马上要掉了，还有最后一个门牙塔，17秒的圆盘，17秒的圆盘，这波看着还不错，村里小部落已经被秒了，沙皇倒地了，这波阿吉该要赢了，后部的话顶不住，再拿狂击一个三杀，卡地也拿到了捡来的人头，这波结束了，两个门牙塔都被拆掉。 这一把发生了什么？最后的3分钟，两边的优势转换，最后居然是由 RNG。 Hello， 那首先欢迎我们的狼琴来到我们的采访间，也是恭喜 RNG 拿下了这一场艰难的战役啊！那今天获得了胜利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 大家好，我是 RNG 上单狼行。那今天赢下了比赛，而且第二把也是斩获了 MVP 啊。现在心情怎么样？
感觉能赢比赛心情还是蛮好的，然后第三把也是就开前面有点不利嘛，就能赢特别开心。就是第三把确实是比较艰难才获得最后的胜利的。那接着想问一下，在 BO3 的第一局你们是潘森加塞纳去打下路，然后当时是怎么考虑这样的一个阵容的呢？就选这个阵容是教练选的嘛，然后当时就我们前面也有练，就是感觉效果还不错，然后就拿出来用了。就是训练赛里面已经拿出来过了。那第一把可能就像我们说的，可能中前期的节奏没有起来，对吧？那现在小龙宝其实加入到 RNG 之后，和他上野你们之间的配合目前感觉怎么样？感觉配合还蛮好的吧，然后就阿龙打的也挺好的。阿龙这个名字可以啊。可以。其实我想问一下，就是第三把吧，因为第三把大家都比较关注。就第三把在那样一个劣势的情况下，就你们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能翻这个局的呢？就我们那个阵容是有翻盘点的嘛，因为塞纳跟卡梅后面都很强，然后是的，前面出失误了之后，我们就一直说慢慢拖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把经济给卡拉丁吃，然后我们去打团就行了。然后打到后期就觉得能翻是吧？是的，打到后面就是16级装备也差不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去主动找团了。就是后面就是还是有的打的嘛，有的打，对对。然后就是多次使用了船长来打铁男这样一个对线，那狼星是怎么考虑的？是觉得对线比较好打吗？船长打铁男的话，就是我觉得团战发挥就是也会更大一点吧，就团战也好打一点。就不论是对线还是团战都好打，所以说连续两局是拿了出来，是的，也是导致第三把被办了。对的。那今天可以说是很艰难的赢下了 EDG 啊，两支队伍的表现都非常的好。那我们就再一次恭喜 RNG 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，也感谢狼行，谢谢。加油加油加油，谢谢谢谢。